欸，你可不可以走慢一点？小短腿。阿青。小猪盖房子的时候，一哥盖的是木头屋，而那个二哥盖的是稻草屋，还有三弟盖的是砖块屋，然后大野狼就来了，然后大野狼就吹一下那个三弟的房子，然后就吹不倒，就撞，用头撞的，他的骨头都断掉了，就跑掉了。哎，电灯，哎，有危险 ！Hello， 蕾蕾，呜！哎，不是老公，你不是爸爸，人家，呀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不是爸爸，站起来！哎呦，姑姑。四条大鱼。
只老虎，六只小鸟。